老板说景十五干啥都赚钱，本来没想说你是托啊，这回肯定是托了啊。开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已经生成了力敌化身、法术防御、龙魂、一本虚拟的兽诀啊。见识一下什么是终极狗托，梦幻最火新区鉴定出无级别特技，号主直言干啥都赚钱。好了，兄弟们，插播一个，插播一下。大家都知道，梦幻西游有一个服务器叫无与伦比梦幻西游啊，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超级服务器。一个游戏20年了，甚至为一个服务器修改了很多专属的规则，比如说绿通可以二次购买啊，比如说超多的平行世界的帮派入驻啊，各个区的大佬都齐聚一堂啊。但是今天这位老板来啊，就是给无与伦比梦幻西游区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啊。这件装备的出现也意味着这个区啊，走向了成熟啊，拥有了可以和老区抗衡的一件道具啊。我来找找它放在哪儿了。哈哈哈哈，你家这个锁可太稳妥了啊。其实点确定应该也没事啊，但是为了不带来那些麻烦啊，咱们就不点了啊。因为怎么说呢，因为这个区的道具跟其他的区的道具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在老区鉴定个130鞋子，游戏币可能是个2300万，这个区啊就别说了啊，这个区就别说了，因为产量的话非常的稀有啊，所以说道具的价格比较高。游戏币的话100块钱好像只能买2000万，280万，它能到没到330万、350万啊，现在是305万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鞋子的成本超高，出了一个无级别破碎鞋啊，应该是这个区内的唯一一个，甚至3年内的话都是非常稀有的啊。看看老板这个号投入了多少，这个区买3000万得花960块钱，3000除以个308啊，974，这个号投了很多钱啊。你这个修炼区里有人比你高吗？人修3个21，宠修4个20，同样点21的修炼，你100块钱用1450万的比例点的，人家用100万比308万点的，同样的一个买修号，人家就比你贵了4倍啊。这种修炼你们称之为拉皮胯，这都拉皮胯啊。看看装备，帽子简易加碎星爵五孔的啊，鞋子腰带4孔，鞋子4孔，5件碎星爵套，你不存原种吗？谁教你玩梦幻用5件碎星爵套的？一个人一天如果吃超过3个鸡蛋的话，2个鸡蛋的营养是浪费的，你知道吗？啊，碎星爵不是为了要那几点伤害，他耽误一点施法时间是为了开局能翻江搅海，你把多余的2件碎星爵套他们卖了啊，多余了啊。看看武器，无级别破碎都出了啊，这个武器反正在这个区应该也没啥进步的空间，505是极限啊，它这个是489，距离极限差16点伤害，但是有双加，综合属性可以，零日伤害，无暴加狂暴，双伤害啊，气血防御加格挡。看看宝宝，新区的兄弟都特别喜欢神兽啊，因为他们在没有零兜兜的情况下随机开出的神兽有可能开出超级红孩儿和超级啊飞廉啊，这个区的超级红孩儿有人知道多少钱吗？这个区的超级红孩儿是老区超级红孩儿的3倍啊。老板的钱包余额还有45995，出过货呀。简易加变身水晶头，须弥真言的兽诀，放下加不磨，凝滞破血啊，还有个无级别鞋。咱家这个刀剑厂啊，可能有助于你出极品。后台监测到啊，你拥有一些异常的武器，出货的几率都变高了啊。小吉家刀剑厂，现实里干军火，游戏里也会打造。看看仓库的小兽诀啊，20多个仓库基本全都是满的，120级的武器鉴定了不少，想出一把物理系的梦想。他能看到120级的武器，哦，靠，130级的武器，哦，你发现他仓库里有几个武器以后，他其实不是只鉴定了这些武器，他是把那些白板420的都撇了，留下的都是专用不磨特技之类的啊，永不磨损特技啊，是复杂过后的简单，留下来的帽子都是那些有蓝字的，纯白板的全都扔了，也就是他仓库里放了19件装备，他可能鉴定了190件啊，甚至更多。鞋子没啥花招啊，这鞋子应该是还没清理。就是常规的鞋子啊，项链还点了几个专用，我靠，这会儿3个专用了，我靠，玩新区要是这么干的话，老区得咋干呢啊？你老区是不是鉴定军火都不用鉴定，直接摧毁就行了？我的新区130的未鉴定，现在这么贵，他鉴定出来5个专用了。
你们虚拟要是不鉴定啊，兄弟们都用不上气血加防御的双属性灵士啊。57个神兜兜，这大家大业的。有个三气血恢复，哎呦我他妈什么情况？开服不到一年的时间啊，没有一千亿经验的情况下，他就已经生成了力敌化身、法术防御、龙魂以及一本虚迷的兽诀啊，还行啊，啥都见过了，就差一个这个叫超级魔兽要诀了。但是他的力敌啥的啊，看看老板家里的家园啊，动物园里有什么？动物园里有白熊，动物园里有大象啊，动物园里有羊驼，动物园里有神兔啊。老板留言说了这几个字，带给兄弟们一点话啊。老板说井十五干啥都赚钱。我操，你他妈的本来没想说你是托啊。这句话放在口中啊，我觉得有点伤害友情，我就没说啊。这回你他妈这回肯定是托了啊。我们充点卡一小时得花6毛，你花6分就行了。啊，这块有只烧鸡神狗，神鼠好像也还行啊。啊，这神兽太多了，力劈华山，行吧。这是新区的这种体量，在老区的话就基本上是属于不可想象了啊。